等一下，汪汪是最多血的。耶、yeah, ！我打死一个了，我打死一个了。来了来了，都来都来，小雨你小心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啊！剩雨月了，剩雨月了。哇哇哇！救命救命救命！啊！啊！小雨你要被羞辱了，你注意点啊。完了，你就飙船吧，我就飙船吧，飙速车神。哎、欸，你赶快想办法把船都回收起来啊！可恶，来不及。哎、最速飙船。最速飙船。不是，因为大家坐在船上不能打架。喂喂，你走。这种船有够难开的，大家都在飙，要追人好难追啊！飙船中，等一下要附身小雨也太难了吧？很难的，哎，来我停一下，让你附一下。我看有人掉水，我看有人掉水，哎、哦，没有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看这一场大家这一场有点瞬移的感觉。没有、啊，开船都这样啊，太快了，它比飞行速度还快，真的。小雨飙的是超快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护、欸、到护到了，哎呦我是，他们来，小心小心，跑到后面，哎、欸，你完了，哦哦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差点下去，精锐的闪避，哦，哇，然后前面来了来了来了，那边在卖车哦，我觉得你可以跳船砍一下船团，哎、欸，对啊。再挖陷阱，再挖陷阱，再挖陷阱！他挖一个没用，要挖两个以上。对，要不然掉不下去，那太快了。哎、嗯欸，去砍他，去砍他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！我找一个砍雷超难砍的。嗯，真的。不是，我居然在床上，我只要砍人也超难砍的。根本砍不到啊！跳船！砍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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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他，砍他，砍他！哇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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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哦，他去调那个啦，边界啦！我想说，我想说，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自己把边界全部调小，然后大家都一起死在全部。平手喽，好爽哦！撑到最后就平手喽！耶，标准标到最后，我们有间谍啊！意外，小雨自爆啦！小雨死了，自爆了，我们全部都炸死了，我气死了！太恶了吧？为什么？不是应该哎，调到边界伤害超痛的，直接秒了，对啊，秒了，对啊，他不是慢慢控，是直接好猛哦，间谍模式啊，因为离边界很远的关系啊，间谍模式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超狠了，直接一个全秒，变成平手，有没有？超好笑，我还是啊，正在说的时候打这个会变这样子啊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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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我忘记 IP 了，我要找你。就 Happy 手看一下。哎呀，笑死了！你忘记 IP 可以去看那个巧克力任何一部的 Happy 手影片，下面资讯版都有。要记得那广告先看完哦。广告有没有看完？差很多哦。真的。喵。小雨，刚刚有人说小雨老，我被 Happy 手踢了。不是这样用的吧？啊？没有，刚有观众说小雨是老司机，但老司机不是这样用的吧？你们在几厅啊？老司机还会开船、啊？他现在哪？三大主大厅吗？不是在杀手那？杀手大厅？杀手的，好好好，杀手大厅。咦、欸，三有地图也好了，我看到小雨了，地图好了，好，那地图好就过去吧。哦，就去小雨你化妆了？对，我化妆了，那么快？超快，短短的几秒钟就画好了。你是拿那个粉棉拍一拍，拍一拍就没事了，是不是？
马上跑。这是最没差的第一名都是汪汪了。为什么？那也是团杰克对。对啊。看我眼睛变大。腮红也画好了。超快，超快，黑白的也要画什么？你背后那个披风有没有办法变黑白？不要，改那个好累哦。哈哈哈哈哈！黑白 P， 好吧，看到这个地形就知道可以继续快快来了，嘎起来了。嗯，那这次还有那个吗？嘎起来，嘎起来。没有，这次很正常，有速，好不好？基本上有速就可以玩久一点了。好、哦，只是一样，一开始就会缩边界。好不 ？OK。有人说全部人都死了，没有，没有，他们还活着。嗯，我们还活着吧。对啦，分分走走走，也不用动，分，要动，哇，哈哈哈哈哈，要动了哦，要动，我们要动了，好，要，小安，你刚刚是找那个礼仪师帮你化妆吗？嗯，超棒，好看吗？你说李医师那部影电影吗？还不错啊，好看呢。李医师很感人呢，厉害厉害，小雨厉害。拜托，处变不惊好吗？好，我跟着这群奇怪的人继续游玩。我等下就故意不动。你有看过石化的人在动吗？看一个石像。啊。嗯，刚开始笑的就好累哦，才刚开来40分钟，然后大家就已经变成一副死人样，死人都累了，虚脱了，累了。哎呦，这边有石头，有岩浆，岩浆，要小心。哎，小，我坐攻击台。啊，我等你，我等你挖石头。哎呀，在哪里呀、啊？木头，这里的石头有点可怕、啊。哦，这里有、哦、好，按 Shift 就没事了。怕石头会怕、啊，下面好烫啊！别看这个形状，你看很融入这地表哎、欸。对啊，地形优势是吧？地形优势是是是。你们要什么？没关系，我挖石头。要木头，哦不对，我要给你一个石镐啊，其他的还在挖。谢谢。哎、欸，你把它吸回去。有点危险啊。哎、欸，喂。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小心，不要烧着了。烧着就没了。烧着就要回家找妈妈。感觉随时都会掉到那岩浆里，所以我把它填起来。啊，掉到岩浆里面还好，有人跑过来把你打到岩浆里面，那太可怕。都掉到岩浆就死了、啊。都很可怕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你有需要食斧吗？我多一把。有了，我都做好了。是啊。好，去找石头。红心在那里。我挖掉，我挖掉，我挖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以看看哪里有没有一些洞窟啊？好了，谢谢。哎、欸，雪屋，雪屋，我这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白白的人在动？有，我看到了。往小雨这边走，大家都白白。往斑马的雪屋可以去哦。往斑马那边走。好好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好，甘蔗。这张居然也有雪屋。不，不，雪屋，你撑着。不，赶快，赶快，进不去了。你搞一下，不行，你直接下了。不行，已经被埋住了，被埋住了，谁掰了，谁掰了，甘蔗也掰了，来不及了，甘蔗没炸，来不及啊，甘蔗没有人用得到甘蔗啦，有熊哎、欸，哎、欸、那有小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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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小只的，这边有个洞窟，我下去看看，走走走，有体有体哦，好哦，你们可以挖一些石头，可以来烧铁，哎、欸，这铁很多哎、欸，你没有看到这洞窟吗？有僵尸声。小心啊！而且有很大的洞窟哦，很大很大的洞窟，很大哦，很大。天哪、啊，或者会不会我没看不到他们啊？那么白，对，他看起来都觉得……哎呀，快点快点快点！苦力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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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吓死我！灰伴，后面有灰伴，你们小心哦！我自己跳下来了。他在追你啊，他不会看我们其他人。没有，他现在改了。在看着我，他去追你了。呜、哦、呼！哇，千钧一发，我好猛啊！刚刚是你很猛很猛，他刚刚已经在死了，已经在死了，我马上往前跳。哦、好的，滴滴滴滴滴滴，吓死我！你说经过上次苦力怕的洗礼之后，反应很快、哦、力增加，反应力增加。你们是走？哦哟，妖术这里吧，超快的往前跳，宁可摔伤也没关系。摔伤跟炸到就差很多那一炸就一命呜呼了。哎、欸，钻石！哦，那么快！地表，地表。真的、啊？你在哪？我们这边有铁了。我在地表。好，好。那小雨，你要不要？等等，我可以烧，我可以烧，我可以烧。我这边有铁。啊，你有，好。好。那我们在这里努力。先做个盾牌。那你可以帮我做个吗？我的木头不太够。好，可以。感谢感谢。好。靠自己角色全白，吓到！我干嘛要做一个工作台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地表很多很多木头。阿 Q， 阿 Q， 天气变化的，真的。嗯。这里好像没啥了。你要上来吗？上面的洞窟。嗯。我以为你在这个洞窟哎、欸。哦，好。所以你有挖到钻吗？我现在比较忙，我先做盾牌。好。的。哎、欸。好。嗯。盾牌怎么做？有没事。有怪。哦。嗯，上来啊！目前还没有怪。嗯。旁边有个洞窟啊，我去探索。哦，有更多的铁。好。赞哦。Nice 啊！而且旁边还有怪物的声音，应该环境有铁镐了吗？可以接到其他的洞窟。有，好，那我做别的。塔，这铁太多了吧？铁超多的、欸，这个、超大的。另一边呢？有探索吗？小雨，你刚刚楼下的铁有挖吗？不是，有拿吗？我拿了一些，没有拿稳。没有拿完，你不会，为什么上来不回收熔炉？我想说，才要下去呢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下去，我这边又挖了好多铁哦。我去拿吧，我把它拿上来，把那里也没路。对啊，你上来旁边有那个，哦，边界来了，三回。边界来了，哦，对哦，这是边界什么？哎呦，上来，妖术怎么在这里？哎呦，我在走。要直接去地表吗？还是不用不用，你来跟着那个火药往下。好、啊、的。哦呦，妖精，你们听到爆炸声哈？有，我们的。哇哇哇，没有洞窟。哇，还以为有。可是。哇、啊，那里呢？哎呀，还有铁吗？那里还有铁吗？嗯，还在探。好。吓到我。哎呦，不能探了，边界来了。上去！有亏吗？哦呦！你在哪里？在你脚下。哦，等一下，上来啊！交给我。嘿嘿。哎、欸，你们要赶快上来啊！边界要压过来喽。好，我再挖两个铁，我就走。你用挖的应该也可以吧？挖了一边界。可是现在很快耶。哎、欸，边界要把那个洞掩住了。就跟那个中心点，你预估一下在哪里好不好？预估啊、哦，对，大概零零，大概因为我到往那边走，两个负的，负、哦、的越说越响过来了，怕好。小雨，你对，你往那里走。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也在这？我在这。你的熔炉放出来烧好不好？熔炉放出来烧，我挖。你们是下上不来吗？他们上不来了。那个洞没了。对啊，往前挖。这里的洞窟是不是？嗯。哎、欸，上面有那个，你有火把？没有。
我没有木头了，一根都没有了。哎呀，哎，零零零零零也太远。嗯。哦，钻石、欸。我有。钻石是不是？嗯。好。看一下哦，目前还没看到边界。不是生态，你身上有吗？我直接做一个好了。有。我没有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我挖通了。啊、我挖通了。你在哪？可是这边有钻石。小雨，小雨啊，你繁星往前，小雨在那。小雨。嗨、嗯。回。